家人，还有这些实业家，我们全部都动起来了。全部都动起来，高雄慈济志工听到印尼地震海啸，思考着要如何协助。而这样的灾难对曾经参与过墨西哥地震救灾的志工来说，好震撼。印尼的灾难比墨西哥的还要更严重，看起来真的是心很痛。那我想最重要的是，所有的志工要加快的脚步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语带哽咽的葛记者从美国回到台湾，旅程中得知印尼灾难，柔软的心马上想到灾后当地会有多少的伤苦。同样着急的还有这一位叶天浩。我有打电话去问啊，就是看有没有就是我们医疗部分能够去帮忙的。看过强震后的满目疮痍，心疼目前的印尼，人在高雄的他们诚心祈祷。大家一起。上人承担，我们当地主，我们要共同承担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担。我们家有六个姐妹，全部都分享他们的爱心，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，祈求一切灾难远离，募集心意协助家园重建，点点滴滴的爱要让远方的人们看见希望。大新闻中，萧红树高雄报道。